现这一位呢，是巴金森症，那个也是原来文子呢，他指定让我找几个个案，那正好我请这位先生，看一看。刚才说不严重，是不是？他非常，我讲嘛，我处理的啊，那个手啊是这样的，甚至他的嘴巴，就像蛇啊。会吐舌性的，然后会抖动的，那才是严重啊，它并不严重。这要比较好一点。没有，你不严重，你很快就好，碰到我。后面有一个那个头发亮，那个叫大伟哥啊，他看过我释放过，马上把你拽走了。大伟哥举个手吧。他是开发公司的一个董事长的特助了，我讲笑话给大家听啊。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去到第二天去抓那个中药，他好像滑头在世啊，那我说巴金森氏，你帮我看看那配什么药。他说这个已经滑头在世了，还没有这个病，现在滑头死掉了，才这个病是他身后才出来的，所以说还没有就没有解药。其实啊，如果这样，其实哦，老人家哦，这种手抖动啊很多了。你要伤到脑部啊，你像什么都伤到，他也忘记了，就像那一次。其实 ，parking 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你要给他温度，但是温度你要放对位置，不是每天都有太阳啊。今天先讲到这边了。其实，大姐。我答应他今天就示范了，我还有很多所谓的直觉反射了，会吓死你们了。大姐，下一次啦。我蚊子啊，没有宗教信仰，完全没有。到现在，所有宗教首领啊，都找我治病，很大的，点得出来。然后一个重点。他们为什么会生病？然后还有，我讲电话，跟他讲电话，我就知道了。你跟我讲电话，这个大姐是看我们啊、哦。你跟我讲电话，你旁边的人哦，我都可以知道。如果怪力乱神，就说哇，宗教他妈的要骗钱啊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？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从小就有这个体质，免费啦，就这样。这是属于自然的疗法，自然的疗愈。那最近几年，我跟那个美国的严克英严博士，我们在合作。我们强调的一个主题啊，就是所有的疗愈啊，都是自我完成的。就说每个人都有这种功能，自我。医生不要来帮倒忙就很好很好，通常帮倒忙的多了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多。有一个很有名的老教授，他有金玉良言，他说我们学院派啊所传授的知识至少有一半是错的，大家都知道有一半以上是错的，关键问题不在这个地方，问题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教哪一半，听懂了吗？搞不好我们教的是全错的这一半，那全对的那一半呢还没有开始整理，这是今天我们的悲哀。那至于我讲自我疗愈或者自然疗愈也一样的悲哀。悲哀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个案，个案的话呢，那个太多的主观客观的盲点，所以不能摆在台面上来讨论。
这个是事实。那解决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只要多做病例就好，多收集病例的使用前的参数，使用后的结果来对照，你只要做这一个动作，就可以找到真正自我疗愈或者自然疗愈它的那个关键重点，就可以来帮助全世界有所有有需要的。所以严格讲，那是我们的失职，我们该做的我们没做，以前甚至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，那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希望啊在座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，一起来把这个最简单的动作把它弥补起来。我常常讲宝岛台湾呢、啊、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问题呢一盘散沙，没人出来领头，没人出来做整合啊，做最后的那个工作。你如果把它整合了，整理好了以后随便发布了，都可以轰动科学界啊。那这个我希望还有我私下里要跟文子，我们好好的研究，好好的自我检讨，我们来，因为检讨别人没意义，检讨自己最快啊。有人曾经有名言说，人与人争其乐无穷，人与天争其乐无穷。我说错了，完全错了，完全错了，因为那些都不是重点，那些都不是我们值得放在台面上的假想敌，要人与人争干掉自己，哎，这个才是值得我们着力的地方。我是觉得啊，这就是温度，我们要求自己比较快，不要等待别人啊，也不需要苛责别人，我们赞叹就好了啊。那自己呢，自己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动作，让别人留给别人赞叹啊，这是我的概念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问。刚才已经示范了啊，诊断不一定精准的，在我来讲我是完全正确的，在他来讲你完全不对啊。我没说。他不是，我替你说啊，报道要公平，报道要正面，要公平，要正直，有啥说啥。哎，请问哦，你们这个能量都是属于与天俱来的天赋，那像我们可以训练。对，我们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能入门？我这里就有了，送给你了，就是、做纪念了、这个。你拿回去读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这样去训练，那你可以示范一个比较简单的。好，我告诉大家两个动作，让我们提升能量的，很简单，一个是这个动作。甩手。这个动作甩手，当然我这是开玩笑了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化简为繁，最喜欢举重若轻。怎么做呢？应该是正式的，来，我来做正式做，就这样子。看过外丹功吗？有啊，看过。这是外丹功的预备式啊，就好了，就够了，就这一招。那它有时间性吗？你随时都可以。他们说一定要白天或者晚上，应该是上午。上午，早晨起来，阳气上升的时候，上午。对着阳光。背着阳光做，更好。背着阳光。对，有人主张要对着阳光做，那我说你可以反向思维，背着阳光。因为阳光是太阳是由下而上的，这样就出汗了。我看到人虚没办法，人虚老出汗，看起来神色仓皇，其实没有啊，就是胖了一点，稍重了一点，气色挺好，舒坦一点啊。好了，大哥，还要来解说一下，我手可以说一说，来解解说一下，我只。使用后的感觉怎么样？使用后的感觉。我其实熟有没有抖不抖啊？得这病已经得快二十年了。所以说他我在我的年龄啊，我得病的时候四十一二岁就得病了。那时候已经得了快二十年了，所以他们觉得那每次一去看回诊的时候啊，医生要说哎你要开刀啊。
对，开刀前花钱小事啊，然后要花140万吧，开刀140万，花钱小事。问题是说那个他那个开刀之后是不可回溯的。那你现在安定的话，大家都说你现在你打这个字的话，恢复到前面一个动作嘛。他叫开刀，可是全大这没有同样的病人。没有开吗？没有开啊，没有开，不敢开啊。他到时候不能恢复啊，那不完蛋了吗？你刚刚感觉怎么样？刚才有什么感觉？处理过以后感觉怎么样？没，还没有很强烈的感觉。没有那么快，生20年了，这谁能就可以好啊？那不是也挺奇怪的，就是。还有一点啊，我这。最重要一点是各位，你这个那什么，但是像我这种病啊，哈，大学这学校得的病啊，都跑来找我，这叫什么健康食品啊，那什么一大堆的，我这边讲一下啊，这健康食品不是都不好，也不是都好，反正就是说，但吃下去怎么样，要有恒心啊，就像今天就做刚好是这个动作一样，就是要恒心的，然后我吃了那健康食品啊，就是说我这吃好，一二十家都有，花了两三百万，根本就吃一吃有新的出来哈，就吃新的去了，要旧就丢了，要堆一大堆的加油啊，各位你要吃什么东西，健康食品啊，还是要恒心的。就是它不好的，好像很好，你没有恒心的话，你就半途而废了嘛。以上简单的心理。好，谢谢。那待会儿看一下我们哈，那个文子，因为我们待会儿接下来还有一位弟弟，他应该是过敏吧，是吗？是过敏，是啊，这样，好，待会儿我们请文子来看一下啊，今天大家可以感受到啊，这样一个活动挺特殊的啊，我们倒不是在表演魔术啊，很重要的，或者是就像刚刘老师在传达的一个讯息，大家能理解吗？能理解吗？其实我们自己是最好的医生，而且简单到只要用什么？对，念力啊，简单到。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相信，我们一直带了很多的怀疑，而且我们被外面的讯息怎么样干扰的太多，所以我们已经给自己设定啊，我这是什么症状，然后就去套什么样的病名。自己对号入座，还是刘老师刚刚说，固然那个有真实的疼痛、不舒服啊、病灶，可是那是谁引起的？自己引起的。换句话说，钥匙一定在怎么样？自己身上。所有的外力不过是一个助缘而已啊，助缘。那文子他所具有的能力或者是一种能量场，当然眼下看起来不是我们人人都有啊，不是人人都有，但是他所借用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是什么，还是自然，还是回到自然，回到宇宙，回到天地啊。因此在真相疏影会为什么用真相这两个字呢，始终在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相，而不是一直被我们既定的习气或者我们的认知给绑架了。
那我们接下来这样子啊，那个好，要请你慢慢慢慢走啊，慢慢走。那我们那个这弟弟先过来好吗？好，那接下来的这点时间还是交给我们。哎，那个蚊子进来了啊，那那个刘老师没关系，哎，我就补充几。